韩国恋综真的没有瓶颈期的吗？节目组找来了八位校花校草级别的青少年男女，男的热爱运动，相貌俊朗，女的气质出尘，脸蛋漂亮。节目组的安排是让这些小年轻们朝夕相处，一起上课、吃饭，去图书馆、游乐场，没事再玩玩心动小游戏。然而创下这个日久生情的绝佳条件后，节目组又突然警告这些处在青春萌动期的孩子们，你们不准谈恋爱。이학교교칙은연애금지입니다교칙이니만큼여러분들모두꼭숙지하시고한창연애하고싶을나이에这下孩子们可有意见了우잉싶었죠우잉이게뭐지라는생각이들었어요이렇게잘생기고이쁜애들만모아놨는데연애금지는좀너무한것같다는생각이들고倒也不怪他们无心学习，因为嘉宾的颜值都很顶啊。男一是个打乒乓球的体育生，个高腿长，长得贼像韩漫里的那种校草。男二也是个运动健将，擅长各类运动，身体一看就很强壮。男三则是南韩时下最流行的双开门，安全感十足。제성격은리트리버같다라고많이들얘기를하더라고요사람만나는거좋아하고늘밝고해서리트리버같다라는얘기를많이듣습니다男四很像偶像剧里的深情男二，进门的时候有种春风拂面的感觉。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他蛮受欢迎的。저는이성친구들에게조금인기있는편인것같습니다빼빼로데이때주변친구들보다빼빼로를좀더많이받는것같아요女嘉宾那边就更加养眼了。女一长得非常漂亮，大眼睛扑闪扑闪，像洋娃娃一样。好多人说她像 Yeri、张元英还有崔艺元的结合体。男嘉宾见到她的第一眼，齐刷刷的偷笑，哇，是心动的感觉。女二则是传统的韩式美人，清秀温婉，气质贼好，还是他们当地学校的校花。절대제가한건아닌데그냥친구가상명고김카라고 처음에입학했을때잠깐유명했어서저희반앞에남자애다같이모여있고그랬었어女三是个爱健身的艺人，身材贼好。女四则主打一个反差萌，光看外表，她斩男又斩女，但走起路来像一只小企鹅。第一次见面，男嘉宾们就被她逗得大笑不止。就这种颜值，这种氛围，真的很难不动心吧？原来漂亮也不一定能成为被爱的前提。《单身即地狱》的导演整了个星火，一档聚焦于高中生的成年初体验。他们找了四男四女八个嘉宾一起学习生活，跟恋综差不多。而这个大眼睛萌妹就是嘉宾之一，她长着一张标准的美人脸，大眼睛小脸外加高挺的鼻梁，神似现在许多大火的明星，这等级的颜值，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非常受欢迎的级别。就连广受追捧的摇摆哥看到他，都有些心动的不知所措。要知道，摇摆哥平时也是个很得瑟的人呢，现在怎么也变不知所措的纯情小男生了？저는이성친구들에게조금인기있는편인것같습니다빼빼로데이때주변친구들보다빼빼로를좀더많이받는것같아요紧接着他开始使劲浑身解数跟萌妹玩贴贴，比如在选社团时他会强烈建议萌妹跟自己一起나이거참몸나는너도하죠还有他炙热的眼神也无时无刻不盯着萌妹，节目组给的匿名提问的宝贵机会，他要用来打探萌妹的消息。萌妹感到冷时，他会贴心地上暖宝宝。萌妹的心态很小女生，当然就不知不觉的对摇摆哥上头了。谁知女五的空降直接戳破了他俩之间的甜蜜氛围。女五的长相或许没有萌妹明艳精致，但也很好看，而且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于是咱们的摇摆哥哥很快倒戈了，做任务开始找女五，投票也投给女五。恋综吗？碰到更喜欢的就转变心意倒也正常，但坏就坏在这哥们不主动也不拒绝，一直吊着萌妹。萌妹找他一起外出约会，但他却想找女五，不想去就直接拒绝啊。萌妹也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但这哥就不拒绝，就要硬着头皮答应，然后在约会过程中又各种冷淡，像萌妹欠了他钱一样。这态度我真是服了。家人们，体育生的花心原来不分国籍啊。这个打乒乓球的体育生在靠女四撑过枯燥的校园生活后，立马给他发了张好人卡。학교때는그래도너랑가장함께한시간들이많아서되게기억에남은순간들이있었던거는당연히너고너였는데과거형이야과거형너였는데너였어这是一档由《单身即地狱》的导演搞的新恋综，成年初体验。虽然取材于高中生，但它分成年前和成年后两个录制时间。成年前嘉宾们只能穿校服，待在学校里学习生活，并且不能谈恋爱，只有成年后才可以外出进行约会。而这个体育生在校期间跟开朗姐打得热火朝天。开朗姐不光长得漂亮，性格也贼好，有她在的地方场子总是能被轻易炒热。
所以一开始体育生分外关注他，比如老师问起大家的理想型，其他人发言时体育生礼貌又客气，但开朗姐一发言他就紧急竖起耳朵。미리님어때요？저요？어일단남의말을잘들어줄줄알고차분한사람？还有自由活动时，他在外头看到开朗姐的外套会主动滴溜过来，然后借这个机会找开朗姐去图书馆。예린이옷아닌가？예린아난도서관갔다올까？아그래가자가자갔다올게여기옷이야응 thank you 가자在书架前挑选书的时候，他还会玩起偶像剧戏码，跟女生隔着书架调情。而开朗姐也不会嫌体育生幼稚，还会陪他一起玩。所以体育生都说，跟开朗姐在一起的感觉让他很舒服。예린이랑같이있거나글을쓸때불편함이일단없어서되게좋은것같아요편한느낌그런게드는것같아서네좋은것같습니다谁知录着录着，女舞出现了。她不同于开朗姐的英姿飒爽，而是娇小惹人怜。于是体育生的心也悄悄倒戈。等成年期一到，他就给开朗姐发了好人卡。학교때는그래도너랑가장함께한시간들이많아서되게기억에남은순간들이있었던거는당연히너고너였는데과거형이야과거형너였는데너였어而开朗姐是个体面人，给的回复很得体。진짜해주고싶은얘기가난너가약간부담을안가졌으면좋겠어왜냐면우린서로알아가는단계인데다알아가보고그판단은너한테맡기는거지哎，虽然知道这才是恋综的常态，但我真的很怅然若失啊。